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雾迅速笼罩着整个小区，藏身雾里的未知生物正一点一点侵蚀里面的人类。大雾将于七天后消散，想要生存下去，务必遵守规则。丸子，起来吃饭了，爸妈都做好饭了，太阳都晒屁股了。怎么有人在我家里？我反应过来，立马从床上弹起来，自己一个人住怎么会有爸妈？我想起第三条规则，若是家里有人，请遵守家里的规则。我有点明白这条规则为什么会矛盾了，因为家里真的有人。亲爱的居民们，规则更新。16家里的人惧怕社区服务人员，他们会给服务人员开门。17请锁好大门，不然社区服务人员会进来。18如果家里的门坏了，请立即到没有活人的屋子里暂住一晚，切记只能一晚，不然家里人会生气。我立刻在群上告诉他们三个现在的状况，这莫名其妙多出两个人，真是令人毛骨悚然啊。门突然被推开。丸子，怎么还不出来吃饭？成天就知道玩手机。另一个声音也有些不耐烦。就是，你都多大了，还不让人省点心。我抬头一看，我的妈呀，头皮发麻，这不是隔壁那对邻居夫妇吗？他们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第四条规则，家里也不一定安全，请保持警惕。难道指的是这种情况？想起昨晚那个是人怪进食的画面，莫非他们现在是披着人皮的怪，而且力气极其大，竟然轻轻松松的就把我上了锁的房门推开了。现在只能谨言慎行，随机应变了。我堆着僵硬的微笑，不管多大，不也是你们的熊孩子？等下再过去，正要换衣服呢。那行，搞快点。刚要换衣服，口袋里掉出一张沾着血迹的纸条。我警觉起来，打开一看，家中规则：一，不要吃家里人做的饭，因为你不知道原材料是从哪里来的；二，不要进厨房，否则会被做成饭菜。3任何人进了洗手间都不要照镜子。4洗手间马桶上是安全的，但只能待半个小时。5如果洗手间有声音，不要理会。我走出房门，肉汤的香气直冲脑门。我咽了咽口水，默默拿出怀里的酸菜方便面。贾妈看见这么一出，直接撩桌子。我做饭就这么难吃吗？你怎么不吃？听见没有？快点过来吃，别惹你妈生气，不然揍死你。说着他端了碗汤过来，一副你要是不喝我就往死里揍你的模样。我脑子转了一下，在他走过来时顺势站起来，肉汤洒落一地。那两人僵硬地朝我走过来，我笑了笑，我正减肥呢，女朋友嫌我胖，要是不受死的话他可要跑了。没说就是林卡奥利给干了。贾妈笑出一脸褶皱。好了好了，你看你也不小了，猪都会拱白菜了，总算是开窍了。算了，你不吃的话就去厨房帮我把做好的饭菜端过来。我咽了咽口水，奶奶的，这是去端饭还是去变成饭？你做的饭太好吃了，我怕忍不住偷吃，不然减肥就前功尽弃了。我锻炼去了，争取给你们找个好媳妇。说完我往房间跑。假爸妈扭过头，面无表情地吃着饭，咀嚼骨头的声音很是瘆人。我松了口气，时刻注意着外面的动静，生怕社区服务人员突然到来，要是假爸妈一开门，自己就死定了。业主群已经很少有人说话，估计是有了自己的小团队。不过四人群里有未读消息。救命，家人们，乌鱼子，我家也多了一个人。谁懂啊，老子母胎 solo 多少年了，今天给我整了个男朋友，最重要的是我是难得。我忍不住笑了。谨慎一些，家里人可能会给社区服务人员开门。刚想回复，外边就传来敲门声。开门，楼下反映你们楼上漏水。